现在外面综艺节目，人家那个跳舞要学生跟我们的艺人要对尬那个街舞，来 battle battle 就这样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就是 battle battle。好，我知道了 battle battle 好不好 ？battle battle battle battle。对，不是 battle， 是 battle。瓜哥撞脸，阿信还喊蓝心湄兄妹脸，和猪之搭档 battle 口音乔有志。瓜哥有想说那个收视率多少吗？你可能要裸泳这样的。承诺吗？哇！现在身材很好，对啊，现在有腹肌啊。你要裸泳？我不要裸泳啊！我能干嘛？裸奔。如果我们超过一，我们就冲进总统府，不管他。裸体吗？还是我裸体？没有。跟总统口译啊。综艺天王胡瓜搭档网红英文老师 Sandra 共同主持新的益智节目，老朋友蓝心湄还特别助阵站台。因为我跟心湄很熟啊，我们都四十几年的老。我之前有来上他的节目，是因为他生日的时候，跟任贤齐这些也都是他们老朋友，陈美凤。我们在外面会常常吃饭啊，但是没有彼此会互相上节目，他也不适合来大集合了。当时我们会相处时间比较长啊，因为白天要拍电影，拍完电影之后晚上就会到秀场。那我们都是同档秀，他在前面表演，他的风采是让我非常迷恋的。因为很多后面的大秀其实蛮怕跟他同台的，那个时候有对心湄姐有点好感吗？没有，他父母亲也非常照顾我们，像我现在我买的第一栋房子也是他爸爸说啊，你应该笑脸难该存吉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，不是我眼光好，我买了101对面，完全是因为蓝爸爸的介绍。最好玩的是，因为这个 Battle ATM， 它其实那个母音是念 Battle， 然后一开始我跟瓜哥在对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要一起指镜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听到一个 ba 一个 ba， 然后瓜哥就看我一下，然后就故意那边 battle， 就像好像以前 American Eagle 不行了，是 American Eagle。他真的是鱼啊。他就真的是完了。我们现在外面综艺节目，人家那个跳舞要学生跟我们的艺人要对尬那个街舞，来 battle battle 就这样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就是因为 battle battle。好，我知道了 battle battle 好不好 ？battle battle battle battle。对，不是 battle， 是 battle。我们家刘安常常可以纠正我中文跟英文，因为他留美的留。对吗？我就觉得已经很烦，你为什么要纠正我？那你请刘安姐练，他应该也是 battle。对，他说对吧？很棒啊！对。